嗯哼 Jasper 小泡芙聚会，其乐融融。网友：明星的孩子真会玩。在《爸爸去哪儿》这档节目中，嗯哼 Jasper 和小泡芙这三个小朋友可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结算节目结束后，这几位小朋友都会经常串门。在前不久，霍思燕就晒出了一组嗯哼邀请 Jasper 来做客的照片。这两位小朋友可是真的幸福啊，看看这一桌子好吃的都要流口水了。而今天霍思燕就又晒出一组照片，照片中除了嗯哼和 Jasper 哥俩，还有小泡芙，这三个人总算是又凑在一起了。霍思燕还发文称我们永远是一家人，细心的网友们则发现了明星们的孩子可是真会玩呀，这一身衣服都是名牌也就罢了，就连这玩具都是价值不菲呀。不过大家还说嗯哼这是染发了吗？咋头发这么黄呢？